我要一路扛回比尔吉沃特。好的，37。当心炸药桶！我很少忘记事情。哎呦，还是有点伤害的嘛！我操，好痛哎！说实话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。这卡了，卡了，卡了，卡了！突然刚刚好卡，妈的！我要和他们消遣一下时间。喵的！我是不是带的魔汗呀？啊，我有点用了。剁碎他的骨头！哎，怎么这么远？哎呦，可惜不是我的人头，可惜可惜可惜。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彗星船长还挺牛，还没有记忆，还挺牛。他这个彗星 AD 加成是多少啊？死亡的潮汐，那是我的归来。这都忍得住不吃饼干？其实我是万能。你以为我非常能忍？不不不，其实我只是万能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啊！谢谢行走的鱼送的灯笼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从岩缝和海水中重生。在杀手码头上，炸炸炸！渣子，我先翻个眼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我彗星很多时候都砸不到人。脏东西。哎，我桶子没了，本来二连桶炸他的，但我身上没有桶子。又来，我操！哪一种啊？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我得小心一点，不能被他抓的。仁慈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
怎么带彗星？带错了呗。我第一把忘了放符文了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人人有份。打了一下还挺爽的，好像还他妈挺有用的，我操！说实话，如果你一级学一带残剑，这个彗星好像还挺有效果的，比先攻强一点。对线来说的话，比先攻要强一点。但如果你真的想对线强，带不灭就完事了。后期没用。死亡把我拖出来。后期也有一丢丢用吧。没钱，我不是很满意。妈的 A 不死，哎，老子好烦呀，这都 A 不死的吗？我怕被他 W 拽回去了，我直接闪现去砍他，这都换不掉呀，就应该先杀莉莉亚的，但他的移速有点快，我不太好炸得到他。拉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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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好一个无效闪现！带给所有人。莉莉亚移速有点快。人人有份。主要剑魔没闪，我知道剑魔是没闪。莉莉亚有没有什么技能？我不太确定。他移速怎么这么快？小跑跑得好快！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这黑色玫瑰有点难打了。打了一下46，更多火药。妈的 AY， 哎，老子真他妈烦，不 AY 他死了，我现在没点燃了，不好打了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，
当心炸药桶！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没有了。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彗星不是自身也伤害吗？是，他将近90点伤害，但是打到他身上只有40多点伤害。现在90点伤害应该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掉，16点伤害左右，53点。不要相信比尔吉莫特的鼠辈，炮弹里洗个澡吧。杀不死，应该是彗星没砸到他。大海没有记忆，我有。即将脱落，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队友疯狂暴毙，死亡咋搞呢？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咋搞呢？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更多火药。我第一时间闪现没好，当心炸药桶，把他们的腰子砍出来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W 丢得太歪了，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关掉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又一个。这比小法师伤害有点吓人呢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100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。他秒的这两人，不是小法这么久都不回线上，不知道搁那干什么，搞这种飞机。哎呀，本来我能炸得到的，他把他拽过去了。
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我要夺回，看看能不能把先锋收了。好的，不如直接回头去杀剑魔，看有没有机会杀他。可惜啊，他不打那个山狼，直接过来就好。那先锋是有闪金的，打了血算了。趁他们拿小龙，我看一下能不能去把上路二塔拆了。这卡莎也是三件套。An enemy is unstoppable. 死亡把我吐了出去。Double kill. 清算就要来临了，烧吧！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关键拆塔搞搞闪金去。是大龙啊你。更多火药，我的心是铁做的。我先开火。打不了大龙就大龙没了，直接推下路高地了。大龙没了，那边死的有点快了。又一个，小龙没打。我操，这丢把小法闪现狗，闪现狗是真不要脸，只会用闪现杀人，垃圾。
看下去大龙能不能找个机会干他们一下，可给他们狂的不行，我操，给他们狂的不行。别去那边了，过来看能不能蹲点。他们不可能去推高地的，必定会往我们这边来。卡没死，你的屌毛！怎么说？支他一下。阿猫，快！这好像不好救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哎，飞眼不管了，直接打，他们下路去找 AD 去了。心吗？别挡路！小月来正面呀，哥们！海水中重生。离得好远，操，没连起来，操，没连起来，没连起来就是卡了。哎，早睡。有点无语。
那第一把手感不好，说实话，第一把手感好垃圾。总该有五杀了吧？真是意思，妈的！